所以我有一次跟我朋友出去玩的时候，我就认识我前妻，那是在一个唱歌的场合，你知道他讲话是那种很海派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各位认识我就知道说我就是一个个性非常柔软的人，所以我就非常喜欢刚烈的女生，你知道吗？说甜甜姐刚刚所讲的那个母系社会，我就觉得听起来还不错，你知道像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不定你适合这样的人。你知道对我来说有一个人啊，就是他真的是我的偶像。那这个人大家会觉得说谁啊？是歌手还是某个演员？不是，他是一个就是前总统的女儿陈信宇。你知道他陈信宇，你是你的偶像。他是我的偶像，你知道他在那个非常刚烈。他在那个街上这样就是你喜欢到这种 level 的，就是刚烈的。他不是有一次有个新闻是骂街上大骂光光吗？我整个哇，怎么这么性感呢？也太性感了吧，你知道那种感觉。所以你知道对我来说，既然越骂你，你会越兴奋。可是不能这样对我。